靓女，今晚得唔得闲一起食餐饭啦？哎呀，忘了今天不用上班，那我就不戴奥特曼头套了。呵呵，你们喜欢看 TVB 的电视剧吗？我上学的时候可喜欢看了，每天都要看一集。然后我最近特别想看《鹿鼎记》，但是没有粤语资源，我就上淘宝花了4.8元买了一个资源。好啦，我准备出门啦，但是我先做一个美甲吧。我买了指甲油。我今天是准备去逛一下这个奥乐奇超市。先拿一个购物啊，拿个购物车吧。买点啥好呢？蓝莓，好，拿一盒。再买点，哎，这个奥乐奇超市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，但是东西都还挺全的。买个黄瓜吧，都不敢往家里囤高热量的哦，面包。啊，我的快乐老家，买个碱水洁吧。芋泥是我的此生挚爱，买了。这个秋葵木耳看着还不错，挺爽口的应该。冰粉哎，回家吃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鸡肉丸子吗？好了，买完了，我出来了。那边有卖李子的，过去买一点。看错了，是无花果呀。我跟老板说我只要4个，老板给了我一大兜子，非要我买20元。行吧，买了这么多。今天人好多呀，带你们沉浸式逛街。等等，哇，回来了。虽然啥也没干，但是我觉得已经累死了。吃饭吧，先吃这个冰粉，里面配料还挺丰富的，有红糖，还有一包那个花生芝麻粉。我先把红糖拆开啊。挺难拆的。花生芝麻粉这包。撒了一地。清理一下。吃个饭怎么这么累呀？我现在在沙发上躺着录这段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啊！起来了，可以吃了，再擦一下，没擦干净。好，现在正式开始吃饭了。吸一口。不错不错，好吃，还可以。我下巴下怎么有一点花生碎没弄干净，现在才发现。挺好吃的，夏天就应该吃冰粉，像果冻一样的口感。这是那个素鸡肉丸子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，真的太难吃了。我哕了，不好吃啊！面包，唉，真是掩饰不住的开心呀。面包是最好吃的，好香，越嚼越香，这个味道真好。不错。我又要流口水了，说着说着。下面吃，哎，这个是啥？没看清。哦，木耳，我吃的是木耳，这个木耳也好吃。就是他没有给我筷子，搞得我拿了那个吃冰粉的勺子在爬着吃。一直在吃，好吃的，很脆脆的。怎么一直是吃饭的？快进一下吧，要不。